谢谢大家好，我是郭德纲。谢谢谢谢谢谢谢，哎呀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哎呀，谢谢谢谢谢谢啊！今天到了这个主题赛了嘛，然后今天呢，所以我就打算跟大家聊一聊我今年的这个感情生活啊。我今年的这个感情怎么说呢？就是跟往年一样。我们的主题是躺和卷怎么选，在感情上我现在是卷也卷不过，躺的话又不甘心一个人躺。我觉得没有谈过恋爱这个事不能赖我。大家有没有感觉这两年网上好看的女生越来越多？就是她们已经好看到影响我的生活了，就看完她们导致我找对象的眼光越来越高。跟你们形容一下我未来女朋友的样子吧：身材火辣，肤白貌美，能歌善舞，厨艺高超。我朋友听完之后说：我觉得还差一点，还差一个双目失明、不瞎的话凭什么看上你呀？所以我现在找对象就很难，因为一个人在双目失明的同时很难厨艺高超。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平时接触到的全是一帮直男，就比如我跟他们说我没有谈过恋爱，因为我不咋会跟女生沟通，他们说啊，那没事，那我给你介绍一个，给你介绍一个课程叫沟通的艺术。我说我没有对象，你不得给我介绍对象吗？你给我介绍艺术干什么呀？你得给我介绍艺人呀。开玩笑的，开玩笑。他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，这是从根本上替你解决问题。我说从根本上替我解决问题，是不是还得给我介绍一个整形医院呀？你看看广智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有自知之明。我说哥，你这个沟通风格是从那个艺术里面学的吗？如果是少学一点吧，学艺之前先学做人吧。好不容易公司组织团建去迪士尼，全公司的女生都去了，结果刚进了园区，这帮直男就给我拉走单独行动了。理由是女生走得太慢了。我都懵了，我说他们走得还慢吗？那为什么我追了26年一个都没追上呀？我就问，我说咱走这么快干什么呀？把我带到了旋转木马面前，已经做了攻略了，这个点儿做人少。我崩溃了，授我以鱼，你倒是把我往鱼塘里带呀。我学了一整天沟通的艺术，沟通的第一个对象是马。然后一群彪形大汉就开始做旋转木马，人均200多斤，长得有人高马大的，还有人高比马大的。哇，所有的掌声都响了。把那个小马给骑的呀，当时坐上去之后都看不见马了，老远一看两块肥肉夹着一根杆在那里绕，跟个烤串一样。别的马都是在上升下降，他那个马你就感觉一直在下降下降下降，把马都快撸下来了。我说你赶紧下来吧，我本来幻想的这是弥漫着荷尔蒙，现在被你整的全是孜然味儿。后来可算是找到机会了，花车游行的时候全员的人都去看了。我说咱是不是也该去了？对，咱是去开排海盗船了。因为这会儿没人排了，排
排的时候记得用手机再排一个雷鸣山漂流，这样等会儿两边就都能玩。我都气笑了，这帮直男玩的挺刺激呀，一个女生都没有，愣是给我玩出了脚踏两只船的感觉啊。确实呢，像我这种太久不谈恋爱的话，就会给人一种感觉是这个人特别渴望恋爱。就比如去年杨蒙恩在节目里面求婚的时候，不是好多人都哭了吗？我也哭了。杨丽磅礴哭，弹幕都刷他俩被感动了，镜头转向我，何广智流下了羡慕的泪水。我不至于羡慕到哭，我当时也是感动，就是果然讲脱口秀可以找到女朋友。结果就在这个时候，小北凑过来跟我说，哎，俩人真不容易，在杨蒙恩讲脱口秀之前俩人就在一起了。我当时感动的就哭了，眼泪流进了嘴里，又苦又咸，这也算是尝到了爱情的味道吧。虽然没有谈过恋爱，但是好在我把这些都写成了段子。哪里有天才，我只是把别人约女生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了写稿上。我今天就是要卷死各位啊，谢谢你们何广智，谢谢。Hello， 哎，他们太卷了，每天写稿到凌晨七点，我晚上十一点睡觉，七点起床，把他们房间的请勿打扰换成立即打扫。我们竞争太激烈了，包括在后台。怎么了？没插着兜是吗？今天的主题是躺和卷。近两年很多人考公务员，我有个 rapper 朋友都在考。我说哟，你怎么忽然奋发图强？他说哎，因为我有山东丈母娘。他考上了，工作是给领导写稿，现在他们开会已经有 flow 了，领导座位上写着 AKA 王科长，旁边座位没人，写着别来沾边。我女朋友是山东人，我跟他妈说效果文化是国企。前两天有人找我直播带货，我说我不是网红干不了，他说了出场费，我说我来吧，网红干不了。那次之后我明白了为什么明星们都去直播带货，原因和我一样，为了给家人谋福利。我中学条件很差，学校教游泳，没泳池，趴地下旱泳，看起来像练蛤蟆功，但我学习很努力，考上了大学，这在我们村很少见，我同龄人大多数初中都没毕业，他们问我考怎么样，我说还行，上了个211，他们请我去县里吃饭，还做了横幅，恭喜杨博高考取得211分的好成绩。我不算厉害，隔壁桌考了985。他们横幅上写着恭喜超满分200多分。我大学专业是水产养殖，
在重庆学的。去年我说我有个称号叫海王，其实不准确啊，应该是嘉陵江渔王。青岛有中国海洋大学，我们水产行业的最高学府。我想去交流一下吧。他说他们养海水鱼的瞧不起我们养淡水鱼的。我说你别太过分，我是嘉陵江渔王。他说少废话，我是黄海龙王。我养鱼的时候接触到脱口秀，开始疯狂写笑话。鱼塘没观众，我给鱼讲，鱼一直不理我，直到有一天我讲着讲着发现上来听的鱼越来越多，我非常开心，然后发现忘开增氧机了。当时一眼望过去，鱼都是肚皮朝上。老板过来，怎么回事？我说笑翻了。老板人好，没跟我计较，他说算了，你下去把死鱼捞上来。游泳会吧？我说分情况，在水里就不会了。谢谢。上节目之后我很不习惯，身边人都叫我老师，叫得我贼不好意思，还去考了个教师资格证。考完之后就很有底气了，很有底气了。昨天试服装，他说杨老师你等我一分钟，我去拿个鞋。我说你一个人耽误一分钟。其实我时间到了，但老师想耽误大家一分钟。我真心觉得我们可以向鱼学习，不躺不卷就游，找到自己的路线游下去。希望同学们都有鲤鱼跃龙门的那一天，那时候请记住，鲤鱼是淡水鱼。好，下面见。杨波，恭喜杨波173票进入晋级区 ，rock 进入淡。你好，二胡兰。其实啊，我们这些演员就是你们这些观众给惯的，总给我们幻觉，出去一工作瞬间清醒。去年我出去录个晚会，和这些流量都住在一个酒店，酒店大堂有粉丝，流量一进去，那些粉丝开始拍照。我进去的时候，我都能听见有人在说：“这谁呀、啊？这谁呀、啊？”他说：“哎呀，没事，先拍了，回去再查。”去年我录过一个节目，就是一个知名企业想弄一个内部的脱口秀大会，下面坐的全是他们老板，我们就过去说帮忙弄稿，他们不知道写啥，我说你就对啥事有情绪，他们说就对公司还有情绪，我说那得抒发呀，他说哥我觉得你在用你的爱好挑战我们的饭碗。整场演出一个惨烈，员工上去一一吐槽，然后老板上去一一反驳，最后员工上去再一一道歉。比脱口秀大会好看多了，因为只有员工吐槽是有稿的，后面的反驳跟道歉全是发自肺腑的。一个员工上去吐槽说，说好了分房，来了5年了还没分到房。老板说，我说分房，你来了5年还没分到房，不应该想想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吗？逻辑多好，让对方从自己找原因，学到了对吧？以后老板再问我说为什么迟到，我说那你想想我在上家公司怎么不迟到呢？今天啊，公司还出了个题问我们躺和卷怎么选，其实答案很简单啊，工作嘛，我躺有躺的价格，卷有卷的价格。事儿主要看公司怎么选啊，你待遇不一样，工作状态它就不一样。你别总说你当时来的时候状态不这样，那我来的时候排骨才12一斤，你现在20了，
还说什么状态不一样，那一个人吃半斤排骨跟吃一斤排骨状态能一样吗？就这待遇，老板还总问说能不能加班，我说这钱能加班啊，但就不能上班了。但你一跟老板提涨薪，他就跟你诉苦，让你跟公司同甘共苦。但你跟他共苦完到同甘的时候，他说我甘了你随意。你干就干吧，别发朋友圈啊！经常所有人没日没夜工作，熬一个通宵，然后打开朋友圈一看，老板在健身房锻炼呢，还配了段文字说真好，今天又消耗了1500大卡。我们消耗着卡路里给老板赚钱，老板在用我们赚的钱去消耗卡路里，那你为啥不直接工作消耗卡路里呢？过几天再看朋友圈，老板又请了个私教，你作为员工我们能怎么办呢？咬咬牙为了老板的健康燃烧我的卡路里。真的就这样，而且即使是这样，老板还总觉得燃烧的人不够，就我们公司这个环境还大肆招人呢。招完之后说这是谷歌挖的，这是腾讯挖的，我说你好好说，他说这是谷歌采的，这是腾讯采的。我还问建国说公司招这么多被裁的干啥，建国说招财进宝嘛。所以说现在公司鱼龙混杂，很多人不懂喜剧但很懂职场，深得老板喜欢，因为会做表面文章嘛，白天不工作晚上加班给老板看。你们听说过成语叫凿壁偷光吗？就为了看书好刻苦啊，晚上偷光看书，那白天呢凿壁呀。根据经验，弄到最后只有一个结果，就是想好好做事的全走了，留下一堆混日子的。这种现象呢，经常叫劣币驱逐良币。但你就看着那些人，你都觉得这不是劣币驱逐良币，这是明币驱逐良币啊。老板觉得好，对吧？数额大，在他看来面值越大价值越大。一些人走了说不跟你们这些傻子玩了，还有一些人躺了说我倒是看看老板怎么通过明币实现财务自由的。最后骂也骂了，讲也讲了，所以说今天这题啊，不应该公司出给我们，应该是问问公司躺和卷你怎么选。谢谢大家，我回来。哦，胡兰，我松口气儿，松口气儿，松口。哦，哎，哎，让我们恭喜胡兰进入晋级区，杨波进入大围区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波。别看了，迷妹。对。好了好了，我已经不相信你们说的话了。广智上来也是帅，智胜上来也是帅，这是。好了好了，谢谢谢谢各位。这个今天真的是非常紧张，非常压力大，非常卷的一场比赛。但我觉得今天要聊那个压力嘛，我其实从上大学开始就一直在上海，你知道这种大城市还是给人非常多的紧张感的。我刚毕业的时候租房也没钱，租了个阁楼，阁楼屋顶是三角形的，我给我爸妈拍了个照片，我爸妈笑话我说儿子你在上海给人看金字塔呢。确实很别扭，你知道，就是我那个床在整个屋的角里边，就是怎么形容，就每天起床根本不敢轻举妄动，是吧？走到屋中间才敢伸懒腰。我每天重复一遍这猴是怎么变成人的全过程啊。而且我上班之后也是被迫学会了很多东西，你知道，如果你不工作的话，是吧，我永远都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冰美式啊，不上班你是吃不了这种苦的，这是。我觉得没有人第一次喝冰美式会特别喜欢，对吧？太苦了，我这拿这个提神跟拿棍子直接抡我有什么区别？这是我第一次喝的时候，我就想世界上应该不会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更难喝了吧。直到半个小时之后，我这杯冰美式变成了常温美式。我当时就是程序员嘛，我每天就坐在格子间里啊，喝冰美式，在那写代码。我觉得如果越王勾践看到我，都会说手里的胆突然不苦了，还是你们对自己狠啊。不过我现在已经适应了，因为我可以搭配一瓶经典超绿牛奶，每百毫升含6克原生高蛋白，一瓶牛奶2倍营养，
冰美式直接变冰拿铁，好喝到隔壁勾践都馋哭了。我感觉就是大家对自己特别狠，这个事儿是全方位的。经常我去公司前台拿外卖，我看到别人点的外卖，我发现我整栋楼的同事都在断碳水。我感觉这样下去，明年咱们就能解决全球的碳排放问题。甚至最极端，有一次我加班到半夜1点多，我想点个夜宵，我说放松一下，我竟然看到外卖上还有卖沙拉的。我说谁半夜1点还要吃沙拉呀，是吧？除非你是一个刚来中国还没有倒过时差来的美国人，又睡不着又想家，是吧？插着那个小番茄跟鸡胸肉，妈妈的味道啊。我觉得在老家生活，我就完全没有这种紧张的感觉，就生活就随意很多。我甚至有一种没有规则的感觉，你知道？同样是点外卖，有一次回老家，我晚上8点点了个外卖，迟到了12个小时。按外卖软件的规则，他应该赔我4500块钱。第二天早晨外卖来的时候，我妈都混乱了，心情很矛盾。我儿子又吃外卖，但我儿子好像还是吃早饭了，但是早饭吃烧烤是不是也不对呀？而且你知道在上海待久了就是很讲究规则嘛，你们也知道，比如火车高铁什么发车前5分钟就不能再检票了。有一次老家我到那个检票口的时候就只有3分钟了，本着一个上海人对自己道德的严格要求，我在那儿遗憾遗憾，然后工作人员看着我说你干嘛，我说我就3分钟了进不去了。这个，那你怎么还不跑啊？你没有腿吗？我不能开这个闸机你跳啊。我最有感触的是今年过年的时候，我去上海已经15年了，但今年过年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回老家，因为老家就小县城，然后今年才修了机场，机场修的也很小。我刚下飞机我还在那找摆渡车呢，我已经看见开黑车的了。而且那个机场很小，就是每周只有3天有飞机，然后一天也只有2班，一般去北京一般去上海。我回上海那天我爸妈让我提前4个半小时去机场，我说去那么早干嘛，他说上次那谁没赶上在机场等了4天。去呗，有什么办法，去的太早了。你们等过机场开门吗？你们见过机场锁门吗？你们见过用一把 U 型锁就能锁住的机场吗？我站在那儿都怀疑，哇，如此简单的安保措施里面有没有飞机啊？而且小机场一切都非常的随意，我去了发现连什么航班时刻表都没有，我想看看我飞机有没有延误，我就只好去柜台问那个工作人员，我说去上海这航班有没有准时，有没有延误什么的。他看我一眼说什么延误不延误的，人到齐了咱就飞呗，这是。一看外地来的，你抄一下，你看这个电话，你抄一下这个电话，你抄一下电话，下次要是路上堵车什么来不及你打电话，我让航空公司等你，那是。直到最后坐上飞机，我已经系好安全带了，坐在那儿我都不太确定自己坐的到底是不是飞机。因为机舱门关上的前一刻，是吧，空姐冲着外面喊了一句，去上海的还有吗？不过在那个时刻我真的听到了一个声音说我要去上海。我仔细听了一下，是18岁的我自己。谢谢大家。庞博191票。庞博不光得到了最后一个晋级名额，也将登上天花板。那么我们请何广智回到舞台上。好了啊，你们要上去跟天上的朋友相会了。恭喜何广智192票，庞博191票，升上天花板。这是我参加这个比赛以来第一次拿到全场第一，就是一个舒坦，就是一个过瘾，就既在前面上场讲了，然后也获得了全场第一，这两个事是我之前从来没有做过的，然后今天都做到了。
就觉得自己整个的脱口大会的这个赛程呀，就这个整个的这个旅程就更圆满了一些。开心啊，我自己之前也说我想坐那电梯啥的，更大部分的其实是演出的开心。我就觉得我要把这东西演好，我要有一些话要跟大家说。就是那个瞬间，其实我已经有一点眼眶有一点湿润，就那一句话，我看到18岁的自己，他一句话是有很多的电影画面和很多的故事在其中。这个你无论是写作或者拍电影，它都是一个很高级的一个手段，然后用在脱口秀当中。在我看来的话，庞博的整个表演是最好的。其实他这个是不单单你今天看了一场脱口秀，然后你后边还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，会延伸出一个更多的内容和故事来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创作的过程还是费了很多的心思的。但也是他自己一贯的，每次都会突破一点，突破一点。没下吧。哇！好。